营中无法对我有应，但无说任何分析，因为伊最终的主人是我，伊只需保持空壳，一颗最完美的空壳，想让他做一名失意的民众，他以时机成熟，高皇便可换去继位。伊大造风华一时间，家欲夺你地位。小哈也不知为何会这样做。最为无魂无义的空壳，也许伊是出自本能，想合适感情。原来竟有这种副作用，真是大发现，值得研究啊！